Camera. What movies you like that created by Christopher Nolan? Christopher Nolan, 他的电影我最喜欢的是Interstellar。因为我最喜欢的是他的一些技术性的东西，像运镜，然后他的构图，然后他的灯光，其实我都蛮喜欢的。最主要我最喜欢的是他的电影，我最喜欢的是他的整个的 idea， 他的整个的 storyline 跟其他主流的一些导演会不一样，就是他有他自己的风格，所以我蛮喜欢他的作品。How his work inspire you in your work?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录影师，然后是一名junior 摄影师。其实我都在研究他的，我都有在研究他的一些电影。然后我最喜欢他的是一些技术性的东西咯。因为我的工作范围是偏在技术性的东西，运镜啊，灯光也是，就是它其实跟一些主流的，一些平时我们在课本上看到的什么秋官来的那种不一样，就是我其实蛮喜欢它的一些，就是打出有感觉，它每一个 scene 都有它自己的感觉，所以我还蛮喜欢的。